来到欧夜华语新闻的直播现场，我是刘佑慈。提起新山美食，肯定会有果条仔的一席之地。在新山市区，随处可见到果条仔，不管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夜宵，都能找到果条仔的踪迹。不少人还是以果条仔当做夜宵的最佳凉拌呢。现在就让记者刘佑慈带你去尝一尝吧。果条仔又被称为果条的儿子，因为相较于一般的果条，它显得更细更薄。果条仔的味道和肉骨茶很相似，汤汁都是以药材熬煮的。细滑的果条淋上带有药材味的汤汁，再搭配清爽不油腻的卤味配料，常让食客吃得停不了口。新山的果条仔是许多美食家的心头好，更获得新山人一致认同，成为向游客推荐的地道美食之一。许多新山人喜欢一边吃果条仔，一边享用各式小菜，再沾上招牌辣椒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呀。欧夜记者刘佑慈，新山采访报道。